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？这位欧高兄怎么卡在铁窗？头过身没过，屁股一大半卡在窗外，四主无奈苦笑，到底在干嘛？啊，不敢，你这样子，这样我要怎么救你？卡住出不来，四主拿出工具锯啊锯，成功切开铁条，把宝贝宠物救出来。不卡。你看看我的窗户被你弄坏了，布卡。黑狗叫布卡，在彰化一间工厂生活。饲主一次就养三只小黑狗，每一只都身怀绝技。布卡像猫一样爱跳，这一次不幸卡进铁窗，另外一只会挖洞，最后一只会开铁门。因为这个太低了，他们会跳出来，尤其是那一只卡在窗户的那一只，每次都会跳出来。饲主说，铁围栏都是为他们准备，因为这黑犬三姐妹个个都是越狱高手，他们还很小的时候就被丢掉了。是我在路跑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出来跟我陪跑。对啊，所以跟我跑了三四天，我绝对把他们抓回来。这些狗宝贝从小就是流浪狗，饲主心疼收养，每个都呵护有加。狗狗有勇猫灵魂，跳进铁窗，可惜身体太大卡住了。幸好饲主及时查看，把这只贪玩的狗宝贝救了下来。 TVBS 新闻陈志忠、廖凡一、彰化采访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